个怎么有一座除夕快乐，但是我的波儿都有点大呀，涂点发际线粉。很适合我瞎画的，不能近看，只能远看。红包，谢谢。好，欧威阿林913送出的红包。我这个眼线画的好差。越画越差，算了，就这样吧。今天没有刘海，谢谢1225送出的锦鲤，除夕快乐，天天开心哟。这个左好烦。这个我这一撮头发它别不上去了。谢谢1225的锦鲤。年夜饭没吃呢，今天就吃了一顿饭。要凌晨吃了吧，凌晨。居然一顿饭，对。今天吃了一顿饭，我这个头发也不到后面去了。对，只吃了一顿饭，而且还是回村里吃的，卢心怡。是卡了吗？但是我没有连上啊，看一下。哎，我说刚刚网速不好吧，好像没有连上。连上了呀，现在连上了，刚刚没有连上，刚刚就很卡。你现在连上我了吗？连上了，我能看到你了，哈哈哈。你在干什么？我在直播，我刚开，我刚刚看到你直播了，我暗中观察了一会儿。那你就聊天吗？你还是在看春晚？没有看春晚，我在聊天，因为我爸妈在看春晚。我今天也是大背头。大背头，大背头是这样。我不敢这样。因为我没有你像你一样的发际线，我好可怕呀！你哦，你怎么这么腼腆呀？没有啊，我可是你的有缘人哦，你是我的有缘人来。然后后来你就不是我的有缘人了，我的那就我就没抢到红包，我真的无语。因为你太菜了，你抢红包好慢。太慢了，我用 iPad 抢。那你必然是吗？你吃饭了吗？啊，好羡慕啊，竟然有车厘子。我家里只有砂糖橘。不错不错。
哎，你真的平时就像含个车厘子一样，你的脸。哪有，我不含的，你平时含的不是棒棒糖，含的是两个车厘子。平时不这样。这边就是正常的，这边才是含了的。差不多嘛，我看着，我还以为你吃了两个。笑死。想我了吗？这么久不见。好的，想的，毕竟就是那么久没有，就是被惊为天人到了。哈，你好敷衍啊，都不敢直视我说，一看就是假的。哦，说到我闺蜜，你怎么还去？你怎么还去偷看人家主页呢？啊，就是抖音吗？是抖音吗？对呀，因为她是你的闺蜜，我想去看看她长什么样子，然后我去看了她的主页，怎么了？她以为是因为她最近不怎么就是用她原来的那个账号在跟你发言，然后你就去看看她。倒也没有，但是确实很久没有发言了，但是我就是想看看他。没有，是他换了一个账号在你那儿发言。啊，那我就不认识他了，快让他告诉我哪个是他。他就是说不想让你就是是太特殊的。哦，原来是这样。没事的，我的粉丝不会介意的，因为他是你的闺蜜。哦，他长得真挺好看的，我看了，我就暗中观察了一下。你张叔这个千万别让你闺蜜入团，要让她好好的放偶像。入团可还行，因为她长得很漂亮。那我的朋友还不是挺漂亮。嗯，每个朋友都漂亮。叫物以类聚。对，包括你。谢谢。哦，就是一些商业互吹。笑死我。祝你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对，新年快乐。这是第一次和我一起过新年，我第一次认识你，然后我们这是我们的第一年祝福。祝你新年快乐。哦，好值得纪念哦。哇，真好值得纪念哦。好了好了，我要拜拜了。拜拜，到时候见。拜拜拜拜。嗯，脑门太大了。谢谢红包，谢谢北京的红包。刚刚卡吗？我刚刚怎么就是我以为没连上，然后结果他连上了，还是没有连上，我也不知道。反正最后一次我连他才连得上，然后他连我的时候没有连上。是卡吗？我不知道。嗯嗯嗯，刚刚卡了。Hello， 新年快乐呀！你好可爱，嘿嘿。新年快乐，今天应该说除夕快乐吧？然后明天初一的时候才应该说新年快乐，对吧？我今天特地为了大家化了一个妆呢，我跟你们讲，但是也是就是草率的化的，就是随便一化。然后我的刘海它就是老是夹不好。然后又给他夹到了头上，画了个眉毛。我来沾沾我衣服的毛，都好看你。你是超级会吹，理会的会吹。希望2022年我能够跟你见面。哦，应该可以吧，因为总选的时候就能见到了，你就能来上海。一定一定，哈哈，我们就可以就是网友，就是怎么说呢，啊，奔现，网友奔现，我们就可以见到本人了，我们就可以合影。我像一个小后辈，我都已经安排好了。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可能大家都在过新年，大家都在团圆中。现在应该不卡吧？现在应该还好。嗯嗯嗯。
名字的寓意，应该是他爸爸妈妈取的，还蛮好听的。我觉得我的名字就很简单，就是太普通了，应该取一个特别，就听起来就很难记的。有的名字感觉就是太大众了，起个好听一点的，好特别。是一个老太太在抽烟吧，是在干嘛呢，我也不知道。然后我还去搜过他上面这个字儿，我不明白什么意思吗，因为我怕是骂人的啥的。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他只是品牌的名字，就是这个衣服的品牌名，笑死。我当时还很谨慎的穿它，我说这个看起来很社会的衣服，然后万一是什么就是不该穿的怎么办。鹅蛋脸不是吧，我是鹅蛋脸吗？鹅蛋脸是最好看的脸型，我应该不是鹅蛋脸，我应该是，我不知道是什么脸型。严谨，对，就是偶像的那个叫什么，有觉悟。你们在看春晚吗？是一个拽拽的头像，但是我微信经常换头像，现在是飞鸟，我最喜欢的idol， 就是因为我很喜欢他的颜，就经常用他做头像，但有时候我也会换其他的网图。现在不是在唱歌吗，现在春晚我听到了。我今天去村里了，今天去村里，哎，因为我这个就是很像宿舍的房间，因为这是我家，只能住上下铺，因为我们家太小了。哦，所以就很像宿舍，就当宿舍住吧。但是我觉得比我们宿舍整洁很多。抢春晚红包了吗？什么春晚红包？我没有抢春晚红包，又忘了抢那个五福了。就是我今天就是一个忘了的状态，我差一点忘了直播。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还是很想跟大家一起过除夕。谢谢日常爬墙的伊丽鲨鱼送出的锦鲤，祝你除夕快乐，天天开心。希望2022年可以来剧场看《惊为天人的我》，不知道有没有空。春晚红包是什么？但是我抢的王总、叶总的红包，王总、叶总，还有温温，还有很多成员的红包，但是我也发出去了，就是抢完也发出去。然后小贝，对，小贝给我发了一个红包，然后我又给他发过去了，然后他又给我发过来，他非让我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其实我刚刚试了一下直播，就是我觉得有刘海还不如没有刘海的，因为我刘海夹不好，就感觉怪怪的。春晚红包啊，春晚红包我没有抢，因为我没怎么看春晚，我等着明天看录播吧。因为我今天一直在我的房间里，除夕快乐。刚刚化了一个简单的妆，但是觉得就是这好乱。涂点护手霜，太干了。看着好红。对啊，但是我今天已经不算红了，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红，可能是热吧，他经常红，已经习以为常，已经习以为常了，习以为常。这是什么？他突然把美颜给我关了，我要烦死了。刚才突然关美颜，还给我弄大光明。对，现在一年不想要刘海了。
哎呀，我讨厌这个夜话，它挡住了我的脸，主要是每次直播。但是粉丝给我放，我就会很喜欢。但是他如果要是在我的就是直播间突然出现，他就会挡住我的脸。我瘦了，我大家都说我瘦，就是我在家里，大家都说我太瘦了。但是我说我是我们那儿最胖的，然后他们不信，就是今天我哥还有我姐他们都在，还有我姐的同学。然后呢，我就给他们看了我首演的截图，他们都震惊了，他们不相信那是我，他们说过于离谱。所以大光明上公演，大光明上公演上过一天。我也不会怕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光明有时候就是如果光明好了比有刘海都顺眼一些。我觉得村里面今天回来了，就是本来我想在村里待着的，但是我爸说要回家，就是除夕了要在家里过，而且要点灯，就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要传统一点。我爸就说不要在外面了，其实我想在村里过来着，村里就是会很怎么说呢，会特别亲戚特别多，就会有热闹，对，就是有那种就是小时候的感觉。但是回家就是我们一家三口也挺好的，本来要斗地主来着，但是我没有跟我爸妈斗地主，我选择我直播吧。村里离家多远？村里离家不远，就是最好是坐车，如果要是走的话要两个多小时，要走两个多小时就其实也蛮远的吧。村里不能放鞭炮，但是今天有熊孩子，他们放鞭炮给我吓死了。我出去去超市买东西，然后他们在放鞭炮，咚的一声，就是那种二踢脚。村里也不能放。谢谢闪光的信仰送出的99个红包，谢谢你的红包。过年好呀，过年好呀，祝福你们新年好。收到祝福红包拿来，赶快给我发红包。没有开玩笑的，开玩笑的，我只是即兴编了一个编了一首歌。谢谢大家的红包，谢谢米红毛小瘦的红包，新年快乐啊。这是新年祝新年之歌吗？新年好呀，新年好呀。哦对，确实是新年之歌，很顺啊。谢谢，祝闪光的信仰新年顺顺利利，然后发大财。以前喜欢把鞭炮放往别人脚下扔，你就是那个熊孩子吧，你让我揪到我就打你，我就会打一顿，暴打一顿。哎呦，但小时候我是那种就是会去捡那个鞭炮碎，就是会不是就是别人放鞭炮，然后呢会蹦出来很多他没有点燃的那种摔炮的那种，就是那种小鞭炮，然后我就会捡那些没有被燃掉的，然后我再自己去燃它，就是拿打火机燃它，然后再往外扔。然后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没有扔来得及的话，哎，怎么说呢，就是没有及时扔出去的话就会崩自己手，给我笑死。被城管追了，不是，我就看那个抖音上有一个人，他不是放了鞭炮吗，然后他放了鞭炮之后他发了那个，就是放了鞭炮他发了抖音，然后就被抓到了，就是警察就扣了他500块钱，还是城管就把他抓起来了。吃，祝你新年快乐啊！祝你除夕快乐，新的一年要幸福满满，耶、yeah ！晚上好，晚上好。今天我还蛮好看的，比有刘海都好看。这证明什么呢？证明我2022年会更加的，美若天仙。除夕快乐，除夕快乐！你们有吃年夜饭吗？谢谢一只虫取的
六个红包，谢谢你的大红包，新年快乐，更加光明。对，因为新年第一天就要大光明，就证明我新的一年更加的就是前途光明，前途光明。谢谢清衡的拜年，祝你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我的耳朵又红了，我看到特效，我耳朵就特别容易红。天仙不如李慧，真会说话，没有刘海更漂亮。本来也是，我的家人都这么说，我的家人们都觉得我没有刘海更好看，说有刘海太显小了，没有刘海显得更加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立正一点。有刘海我老是想摆弄刘海。晚上好，除夕快乐，谢谢酷炫的红包。我给你们讲，我这个头上这个小发卡，它是我五六岁的时候的小发卡，因为我家里没有就是带我的发卡，然后我就随便在抽屉里找了一个，它就变成这个。谢谢神意的锦鲤，祝你新年快乐，然后新的一年要顺顺利利。看到这个锦鲤我们都会好运满满。再去抢一波春晚发红包，但我没有看春晚，就是我爸也在睡觉，因为今天起太早了。谢谢谢谢。抖音不是那个抖音和那个叫什么，那个支付宝都没弄，可能错过了。谢谢陌上烟雨客常在的虎虎生风，祝你新年快乐，虎年大吉。新年好呀，新年好呀。锦鲤寓意前程似锦，荣归故里，前程似锦。好吧，我都合化了。新年好，新年好。不过他确实前程似锦，挺好的。也是，锦鲤。谢谢大象后悔在天堂镇很生气的虎虎生风，祝大象不生气，新的一年要天天开心，顺顺利利的。把刘海撩上去了，因为今天我整不好刘海，所以就只能撩上去了，平时都是没有撩的。哎，他这个猫毛他就干不掉，主要是他把这个衣服洗完晾干，他还是有猫毛。因为我坐到沙发上就是有猫毛，还喜欢抱他，抱他就有猫毛。我姥爷特别喜欢看戏，就是春晚里的戏，但是我不喜欢看戏，我最喜欢看的是小品，但是我今天没有仔细的去看，就今天只是瞟了两眼，就看了一下那个就是沈腾马丽的那个小品，然后刚刚又听到了贾玲，但是我当时在弄直播啥的，然后我就没有看到那个小品，然后明天再看吧。我不知道几点吃饭，我今天吃了一顿，但是我一顿吃了很多，在村里吃的。然后呢，我就跟吃完饭，然后我就玩了会儿扑克，就是跟我的姐姐，然后还有我姐姐还有我的表哥、表姐、表哥、表姐同学，我们四个玩那个斗地主，然后四个人是两副牌的斗地主。新编京剧吗？我没有看过，哎，就是很少关注这些。如果好看的话，有机会也会去补档的。
就是我姥爷比较喜欢看，我不看。歌舞有的时候我也不看，就是我从小到大都是只爱看小品，就喜欢看搞笑的。就是今天也是我爸妈应该在屋咪着睡觉，因为他们就是白天起来太早了嘛，然后他们可能一会儿要起来煮饺子，所以现在在休息，然后电视是他自己在放。谢谢天狼星的玫瑰花。没看过。没有啊，但是我觉得春晚它就是一个气，就是它就是内容倒没什么，就是主要是跟家人团圆，就是一起就是放着春晚一起看，就觉得就是比较有意思。都不看了呀，就是看不看它还是要放着这个声。霍霍除夕快乐，你也是。除夕快乐。你现在还在国外吗？没有在，没有回国对吧？谢谢我不吃冬瓜的虎虎生风，谢谢，祝你除夕快乐。谢谢。这个特效好快呀，真的，这个特效一飘它就飘上去了。你在国外，要是在国外也会就是很开心吧，也可以看春晚应该。嘿嘿嘿，祝你新年快乐，然后开开心心，希望有机会可以来看我的公演。我天天就是安利别人，就是大家没有在现场看过我的，我就说希望能够有机会来现场看我。但是真的会有粉丝被安利到，就是真的会来现场看我了。我本来想穿我的红色衣服，但是我今天觉得就是不想穿，明天再试吧，明天看看我化不化妆呢。如果化妆的话就可以扎个双丸子头。但是现在我特别就是不喜欢那个，哦，竟然有人放炮，明明说不让放。希望今年暑假有机会来看我。好的，我在星梦剧院等你。好官方，我在星梦剧院的舞台上等你，嘿嘿。我戴不戴眼镜好看，就是戴眼镜。其实我准备眼镜是因为我想把我的眉毛挡住，因为我觉得眉毛画的好丑哦。但是挡不住，我发现它好细哦，它好细。没开瘦脸，我一定。那就这样吧。我脸觉得脸盘有点大，脸盘子有点大，怎么回事？可能是我的那个耳朵别不住我的头发，就是它老是往前就会嫌我脸大，可能是这样。已经很瘦了，对，我的家人说在减肥，就太瘦了，就是脱相瘦。但我脸一直都很瘦，其实是这样的。放炮，西米露会怕吗？他会怕，他胆小如鼠，胆小如鼠。随便听一首歌吧。与王冰冰相比，我竟然敢跟我的女神相比。王冰冰她可是我的梦中情女啊，不是梦中女神。对，就是我觉得王冰冰是我就是理想型，没有什么理想型，就是我就是觉得她好漂亮，就是她是那种青春可爱，我喜欢这种类型，而且她好可爱呀，笑起来。喜欢他，
我脸绝对比他大，他脸是那种就是娃娃脸，他脸是小的。但是我脸就是有刘海还好，就会显得短一点。但是我没有刘海的话，就显得脸好长啊。我觉得我喜欢短脸。哎，我不厉害，他真的好厉害呀、啊！他可是那个央视好货的主持人头大，戴着个眼镜也好看。真会说话，新主持人我都没有关注到，哎，你这样说我就想去补档了，还在给我安利新主持人。来搜一下那个，新年的歌曲。今天好冷，今天我家还好。新年歌曲大全，恭喜发财，财神来敲我家门，娃娃来点灯。我跟你们讲，我来看一下我有没有会员，我没有登录。其实我登录的话，我是有那个会员的，我跟你们讲，我可是有绿钻的人。好，那个呀，还是听新年这一刻吧，比较四八一点。我还没学会，主要是我下次电台给你们唱。我有绿钻啊，但是我没登。绿钻它要用那个微信登，但是我没登微信，我这个就是 pad 没登微信。我有，让我们说一声 Happy New Year， 谢谢日常爬墙的伊丽鲨鱼送出的夜蝶，谢谢小鲨鱼，谢谢。谢谢送我这个夜蝶，然后希望2022年，然后你天天跳夜蝶，哎，这个祝福。小鲨鱼说：“我要收回这个特效。”衣服真丑，还好吧？脑子里就放 MV 了。这就去学夜蝶，夜蝶还用学，就是现场发挥了就，应该就是找另外一只蝴蝶才对。我好像跳过一次，但是我觉得我跳的不满意，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跳一次。我要笑死了。我是不是戴上眼镜显得我很聪明？就是戴上这个眼镜，感觉我很聪明的样子。想跳姐姐还是妹妹？想跳姐姐。MC 跟小鹏跳一次没有 ？MC 跟好多人跳 ，MC 还跟那个就是于真。我本来就聪明，真的假的？我妈爸都说我笨。真想成为一个聪明的人。我摘了看聪明了，我摘了也很好看，我戴不戴都好看，你们说气不气？谢谢迷糊猫小兽的红包。我跟你们讲，我最近看到了两点泰剧，
那个泰剧叫什么？那个泰剧叫，还是我聪明的，我都忘了，就是看了半天，我忘记那个叫什么了。谢谢神意送出的虎虎生风，谢谢你的虎虎生风，祝新的一年你如虎添翼。我给你们讲，就是最近还有一个就是很火，就是夏家三千金。当时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还是我的小学的时候，就是很久以前了，然后最近又火起来了，就是抖音上有很多那种就是24小时循环放剧的，就是循环播放剧的直播嘛，有时候我就会点去看，然后就想起了我，就是我小时候特别搞笑，就是看他我就看入迷了，然后我就会学他里边的那些人的穿着打扮，就是我特别喜欢夏天美，我就要就是弄他的造型，就是双马尾，然后或者是齐刘海啥的，然后我就要学他，然后特别喜欢那个杨真真，然后那个杨真真跟那个什么昊天他们有一个手势给我笑死了，然后我就是小的时候就是天天学，就跟我的同学们就一起学他们的手势动作，就是这个动作啊，但是我手太胖了，我的手好丑，就类似于这种手势，我就觉得很怪异。小时候觉得好好看，而且就是拍照的时候都会模仿这个手势。我手为什么这么胖？谢谢成熟女人被主涵的。哎，你发了什么弹幕都没有看到？弹幕，谢谢你的弹幕，谢谢你发的弹幕，祝你新年快乐，成熟女人。就是我跟我妈我爸说，就是我认识了一个，在我们那儿认识了一个，就是年龄特别小的，就是比我小将近10岁吧，就这个年龄差的。然后我爸我妈说啊，说就是你们真的能聊到一块儿去吗？说啊，或许可以吧，真的可以。我觉得小贝就是我们跟他说什么，他都能够理解，能够懂。嗯，小贝。不知道夏家三千金，他啥都知道，他会唱那种很老的歌，然后他也看那种很老的电视剧，他知道的。感觉我还挺适合夏天美的造型。对呀，我跟你讲，小时候我的闺蜜，就是他们为了跟我套近乎，他们都夸我长得像唐嫣，我就很开心。你啥都看，没有你不看的。小贝，还有点想他了呢。必须的，小贝是发红包冠军，我跟你讲，他老是发红包，他是气氛组，必须想。贝贝人小鬼大，对，他真的就是不像这个年龄段，他能给我们就是打成一片，所以他就是活跃小后辈。是的，挺好的，我挺喜欢这种性格的，就是比较健谈，然后也比较就是跟他很快就能熟络起来，真的连夸一顿，确实我蛮喜欢这种的，因为我比较社恐，所以我就希望就是能够出现一些比较主动的人，然后他就是那种比较主动的人。好的，开心了哈。我给你们讲，小时候就特别搞笑。等我回去，好的好的，回去我就第一时间告诉你啊。我也是小后辈，我不是小后辈，我是大后辈。你们猜我入团几年了？很多新人他们不是很多新粉，他不知道我入团几年了。有人能猜出我入团几年吗？错了，5年多了，已经那个就是2021年10月份，就是我的5年了，现在就5年多了。春晚看了吗？春晚明天看录播，因为我本来就是没有从头开始看，我有强迫症，必须从头再开始看一遍。明天就是直接从那个点播里就可以再看。我才16岁的样子，谢谢你的夸奖，但是现在成为了我的就是。哎，也不能说困扰吧，就是其实回家大家说我长得很小，然后我就不开心，因为我觉得就是长不开的样子，我就希望能够变成熟一点。但是我在48里，我就希望能够年轻一点。
然后他们老是说我像十六七，我就不开心。但是后来我就觉得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大家不会问你搞对象了吗啥的，就很烦。然后就是我长年轻，大家都以为我在上学，这就 OK 了，就不会瞎问。对，就是。大光明太适合我了，嗯，对，上次许多成员也这样说，就是我有一次公演的时候没有刘海，他们都说我适合没有刘海，学学画眉毛就可以了。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发际线太高了，这是都已经是涂完的了。然后我一般就是上公演的时候，就是我会那个就是流汗，然后他就会把那个发际线都给就是那个通过那个汗的洗礼，他都会留眉。然后呢，就是会很高发际线。其实这样看还好，对吧？哦，嗯，谢谢一壶春江水的虎虎生风，谢谢谢谢一壶春江水的虎虎生风。祝你除夕快乐！要不要吃饺子啊，大家？感觉很多很久不见的粉丝也出现了。除夕快乐！再等十二点，十二点吃饺子对吧？我爸非说十一点多就吃饺子，但是我觉得十二点吃是最好的，我要十二点再吃。你们这边不吃饺子，吃汤圆吗？过年？过年吃什么？不吃饺子，这不是全国统一的吗？吃饺子，我没有看春晚，这不是摆明的事情吗？我说了明天再看。汤圆儿，你们南方吃汤圆啊？天津制面十二点吃素的，要吃素的，我们这边就吃大鱼大肉，吃饺子，吃肉馅的。困死了，你这点就困死了，这点是我就是正兴奋的时候呢。这个点是我最活跃的时候。南方吃汤圆，汤圆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吃它？我可是叫小汤圆。北方吃饺子，而且饺子里还要放钢镚儿。汤圆啊！天哪，我好不爱吃汤圆啊！因为我觉得汤圆就是吃完要喝热水，但我也不爱喝热水，我就从小就讨厌吃它。虽然我很爱吃甜食，但是汤圆就是它不是那个是那粘的嘛，就是它那个外表，然后所以呢它吃完之后就不能喝凉水，这样对胃不好好像。然后从小就不爱喝热水，所以我就不喜欢吃汤圆了。谢谢灿烂宇宙的金吊坠和虎虎虎娃娃。为啥叫汤圆？我乐意，没有开玩笑。因为我好像是我就是很早以前不知道起什么名字叫汤圆。南北方饮食差异有点大，其实我对于我来说这点差异不算什么，因为当时我就是没有去过南方的时候嘛，就是我当时就在北方生存过，没有去过南方。因为我除了河北就是去沈阳，然后呢我第一次去重庆的时候去南方发展嘛，然后我妈就很担心，就是家人很担心，就怕我变瘦，就是因为那边吃辣，我就不吃辣，就怕我就是受不了辣，然后就很怕我就暴瘦什么的。但是他们想多了，我是一个就是特别能适应吃东西的，就是我去哪里我都能发现好吃的。我在重庆发现就是火锅其实也能吃，然后呢我去上海之后发现更加好吃，但是上海还是没有太胡吃海喝，就是还是收敛了些的。又要提醒自己讨厌汤圆，没有没有，还挺喜欢的。我觉得汤圆很可爱，但是让我吃它的话我就会吃的很少，但是也能吃。谢谢人参果的红包，随遇而安的胃，但是我希望能够有一个干吃不胖的胃。我跟你们讲，我在家说我自己很胖，大家都觉得我在凡尔赛，大家就说哼，你那么瘦还说自己胖，就觉得我在凡尔赛，这是我真的就是无法解释。就在四八我确实挺胖的，但是不能说胖嘛，就是比别人更加的
壮实一点。包了好多饺子，我没有包饺子，今天是我爸包饺子，因为就是我们这边就是比较就是习俗比较多，就是说女孩包饺子啊，什么包的丑就不好啥的，反正是我爸妈包的，应该是我爸自己包的。谢谢王瑞琪的 Z 队荧光棒，谢谢。谢谢人参果的红包。我们说一声 Happy New Year， 我的脸长痘了。哎，我刚吹完我不长痘，然后它就长痘了，怎么会这样？长了颗大痘。喜欢吃什么馅儿饺子？喜欢吃牛肉馅儿的饺子，还有三鲜馅儿的饺子。你们呢？我最不喜欢吃酸菜馅儿。一眼直播，一眼出完，你太忙了。你可以不看我，但是你可以听，听我的直播，然后用耳朵听，然后再用眼睛看春晚，这样就一举两得。你也不喜欢吃酸菜？天哪，我怎么这么像？我让我掐指一算，你还不喜欢吃冬瓜。看我聪明吧，我真是一个小机灵鬼，看我一猜就准了。你爱吃金味素？金味素是什么？天津的东西吗？我没有抢小鞠前辈的红包，因为我不在 N 队，就是他发在 N 队了，就是我没有他的微信，我然后我也没有在 N 队的群里。太聪明了对吧，谢谢萨米摩尔的两个红包。喜欢吃韭菜鸡蛋和三鲜，韭菜鸡蛋不就是三鲜吗？酸菜偶尔吃一次感觉很开胃是吗？我爸我妈爱吃，我不爱吃。因为我觉得太酸了，但是他那个就是酸菜炖排骨我是喜欢吃的，但是他包在饺子里就没那么爱吃，因为我觉得它好酸啊。因为本来我吃饺子就爱蘸醋，然后它酸上加酸，我觉得真的是太酸了。喜欢吃西葫芦鸡蛋，西葫芦鸡蛋也可以，感觉还是蛮像的。但是我是这样的人，就是假如他没有别的食物了，只剩下这个，那我会就是从不爱吃变成爱吃，我就会妥协我的胃，它是一个很好，怎么说呢，就是很好满足的胃。三鲜不是虾仁那种吗？对啊，但是它也是韭菜鸡蛋加虾仁，嗯，也差不多。鸡胸萝卜也好吃啊，我没有吃过，这边就是我们这边没有吃过鸡胸的，但我喜欢吃萝卜味的包子。好多奇怪味饺子。所以就还是有差异的，我不会偷偷潜入的，因为我感觉我很社恐。就在我们队里抢抢就好了，我抢了王总的和叶总的，他们发的都很大，我忘了我抢多少了，反正就是也不是手气王吧，不是说王不说吧，就也不是手气王。就是抢的就是中规中矩，就是也不是很多也不是很少。小马第一次抢的特别少，他就是发了大包，他抢一块钱给我笑死。对，我抢了多少钱我忘了，就是抢了抢了30多和60多吧，应该是这样，但是不是最大的，就是我不是抢的最多的。谢谢百香果味的西瓜送出的舞狮。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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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谢谢你的舞狮，祝你新年快乐，万事如意，真好看，喜庆的特效，谢谢，谢谢英俊的云哥送出的秋天奶茶。今天抢了150块钱的红包，但是我抢了，就是还是发出去了很多的。就是抢完了，如果是手气特别好，是手气王，我就是要继续发的。后面我就直播了，就是那个群一直在响，
叮咚叮咚叮咚，然后就一直在抢，然后有的时候就抢不到，就是白费了很多时间，就是在抢。然后因为他就是那种寻找有缘人，然后就很难抢，大家都网速太好了，就是大家手速也很快，一下就抢到。然后我每次点进去都是那个空红包，空红包。后来我就直播了，真的，我只是抢到了一次有缘人，是卢心怡，他发了20块，然后寻找有缘人，然后就寻找了我，然后我就是抢完之后，我就把那20块发出去了，然后我的有缘人应该小慧吧，但是小贝给我发了大红包，嗯，然后我又给他回过去了，真的又给我发了一次，每次抢2块多，那就是很少了2块多，因为一般我们发的话都是会发100进去，然后10个人抢。但是有的人他就会抢1-2块，有的人就会抢30多，这样就是比较就是不平均吧，应该是这样。嗯，图个快乐。但是我觉得发红包很爽，大家不觉得吗？我很有那个土大款的潜质。但是我的那个微信余额劝退了我，因为我的钱都没在微信余额里，但是我每次一点开微信余额我就会看，要不然把余额发掉吧。对，我真的要克制我自己，我给你们讲，就是我是一个特别不攒钱的人。嗯，发个欠条，所以我准备把我抢到的再发出去就 OK 了。虎年大吉，虎年大吉，虎年一听就很棒。我每次都是这样，就是我还在那个就是抖音上看到，就是大年初一早上就要给自己就是立三个，就是什么，就是2022我一定会幸运，2022我一定会怎样，2022我一定会怎样，就是反正就是给自己要一个暗示，然后2022年就真的会这样。我很相信，明天我就要大声的朗诵2022，我一定会很棒的。有人头限量提出 MC 话题要小心哦，会的，我都没长胖，主要是，但是呢，其实我是一个没有包袱的人，如果就是在台上量就是我的体重，我也不会胆怯的，我一定会就是第一个站上去，真的不是我说大话，因为我真的就是没有太大的包袱。我们这边不烧香吧，就是我爸我妈他们会就是在家里就是会烧一烧，是说去哪儿吗，好像是会，就是我们这边有那个观音，就我们家里，然后可以上一上。我的眉毛好粗是吗？我的眉毛它就是很粗的，我天生的眉毛就是很粗，但是我画的时候也会画很粗的，因为这样的话会跟我的眼睛协调一点，因为如果画太细的话就显得我的眼睛太大了，不会选这个的。哼，我跟你们讲，我可就是愿意这种话题了，因为我是主角。就是他如果投那种体重的或者什么的，就是反正我就觉得就很愿意啊，体重啊什么的，就虽然我很重，但是我就是我不怕。需要大眼睛，还要吃一天的斋饭哦。这是你们那边的就是过年的习俗吗？但是我在网上看过吃斋饭，嗯，就是我看的那个视频是在横店，那我容易被暗杀。什么被暗杀？不会的，因为我就是现在大家都以瘦为美，我是胖的，所以对大家没有就是杀伤力，对大家都觉得我很搞笑而已。对神灵的尊重啊，不错不错不错，很洒脱。因为我不是那种就是，其实我不是特别有包袱的人，说实话，就是我不会因为称体重就生气，不会别人说我什么我就会难过的那种人，就是我就是承认，就是我胖，就是我比其他人胖一点，我就是承认。叶总必看的 MC， 哼，叶总还找我单独聊过呢，但是他就是挺好的，估计我身材再好一些就很不错了。
体验过一次哦，我还没有体验过哦。但是我就是还蛮喜欢去的，因为我去过一次，是去的那个就是庙里嘛，就是我第一次去吧，应该是，然后我去的那个灵隐寺，然后我进去，我觉得我被净化了，就是特别喜欢，就是在里面。但是上次就是其他成员要去那个就是一个求签的地方，在山上，但上次没去了。然后后来呢，小马我们几个就是本来准备年前去一趟，就是杭州。然后但是呢，是因为好像那个带星了，就有疫情，然后就没法去，就是年后有时间吧，就推后了。不能光靠饿，对，我也觉得是这样的。但是我现在就不会很快的爆胖了，因为我没有什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没有压力，没有打击，我就不会这样。我要是压力特别大，我就会变胖，是真的。就是可能有的人是那种，就是一有压力他就会变暴瘦，但是我会爆胖，是这样的。到时候就去了，对，去西藏，确实，但是会有那个高原反应吧，但是我觉得还蛮好看的，那边就是拍照啥的，就是看到那些好看的风景，就会不由自主的就会心灵就得到了净化。我特别喜欢，我特别想去看那种北极光，就是那种星星，好像就是上海那边也有吧，周边。或许有的小红书上搜了很久，一家三口，对，本来是想去那个村里的，但是我爸说过年要在家里点灯，就是要在家里守夜，就不能去别人家里。有压力的时候真的很容易胖，对吧，对吧，了解我吧，因为我就是无法排解这个压力，我就要靠吃，因为吃它会就是给自己的就是什么心情上或者是那个身体上就是带来就是很快乐的感觉。对对对，是这样的。但是我就很羡慕那些就是一有压力就暴瘦几十斤，哎，羡慕羡慕得很。晚上不可以放烟花，但是这边有人偷着放，但是我喜欢放那种呲花，这边呲花都不能放，因为它是明火，就不行。北极光应该去黑龙江的漠河，我不敢去东北了，去东北我就不幸运。然后呢，就是而且那边很冷，而且哎，我真的觉得我适合南方。虽然不能就是封建迷信啊，但是那个大师说越南越好。能放仙女棒吗？你在家里可以，但是你在外面就是被人抓到了就不好，就大家就会制止，就这边有人巡逻吧，应该在家里放就又不是那种感觉。但是我可以 P 一个仙女棒，就是可以就是用手机就是那个软件 P 上，真的呀，那上海还挺好的，我们这边村里都不能放，对，就是管得好严呢。但是没，就是实质上没有人管，但是我今天就是在村里就听到有那个就是大喇叭在广播，就说什么禁止燃放炮竹明火啥的，反正就是就怕着火吧可能。然后哎呀，他老是出现这个烟花。看这个烟花还要点叉。是上下床啊，当时可以买双人床，双人床就放不了我的桌子了，然后我当时就说那买单人床，然后买单人床又觉得东西没地方，我就买上下铺。是的是的是的。Be happy， 让我们都能睡得挺好。但是就是，可能就是空间没有那么大，但是我觉得我就够了，因为我很，怎么说呢，我很瘦。对于这床来说啊，就是长宽都很符合我，我这个眉毛。怎么突然感觉我变暗淡了？
为什么？还以为我床睡得不短，它就是1.8米吧，它挺大的其实，而且这床也就是比我想象中贵。雪地写 ID 呢，下雪了，但是今天没写我的头像，马上就画完了，昨天画了一天，然后他那个刚边看剧边画就有点慢，但差不多了，这写 ID 就好了。但是这边下雪都被踩了，看看明天有没有可以写 ID 啊。你们真的今年也想要吗？啊，今年有很多粉丝没有收到过，去年还没有开始喜欢我就没有收到，可以写。明天我看看有没有就是那种空白的地儿，因为那些就是小朋友都会踩的，就是把那个下雪之后他们就老到处踩到处踩，我要找一个就是可以写的地方，然后也没有被污染的地方，就是有脚印就不行了。希望明天再下雪。你去连夜改 ID， 你给我不行，就是大家只能现在的 ID， 不能改很长，跟你们讲，然后会把我的手冻掉的，我可别忘了。好的好的，我可别忘了。拿树枝写不一样，树枝写不好，我跟你们讲，就必须用手写，我试过了。期待期待，嗯，谢你 ID 蛮辛苦的 ，ID 改成繁体字，不能欠东西，呵呵。但是我忘记谁刷过权杖以上，就是我还要看。但是差不多能记得，因为上一次就是画头像，我就是在看那个元旦的那个就是榜单画的，繁体字太酸了，我就，但是我就，那你们自己报名字吧，今天就是谁给我送过那个权杖今年就可以。我忘记了说实话。我可能要写很多，我猜。我猜。怕了，我的手瑟瑟发抖了。其实今天我看到了一个空地儿，就是可以写字的地方，但是它空间又不是太大，然后我就觉得，嗯，可以注册多少个字？你真的要注册很多个字吗？主要是它那个空间不大，然后今天又很动手，然后我就没写，就回家了。走在路上，我就是。撒摸了一圈，撒摸了就是四处观察了一圈，我发现了一个地儿，但是今天晚上不知道有没有熊孩子去踩它。ID 十多个字应该可以。哎呀，不要改 ID 了，我给你们讲，你们改 ID 我就记不住你们的 ID 了，你们就又要用现在的 ID。我给你们讲，就是用那个英文的最好，因为特别好写。就那个字儿，他写完就塌了，你们知道吗？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英文的，它特别好写，就字母什么的。然后，但是就是字啊，就是特别难写，你们懂吗？就是那种难写的程度，真的就很动手到，而且它就真的很难。我跟你们讲，你们要报名，我真的记不住，我因为我很怕漏了谁，谁不开心，谁就会骂我了，谁他就是出坑了，我愤怒。所以我今天就问一下吧。ID 都是英文，唉，谁就自报家门吧，我能记不起来，主要是太多特效了。你可以，我记得好像有记得，
我一会儿就统计一下吧，一会儿下播了就是问谁送过权杖。今年啊，就是去年，其实感觉权杖也没有见过太多吧，都是比较熟悉的粉丝了。李慧的食指就没了，对呀、啊，我多么的那个，我明天用树杈子试试。但是树杈子我就是去年和前年试了，真不行。就是它太细了，然后太粗的它也就是不如手，就要用那个手的温度去把那个血化掉，就是写的是最好看的，而且那个手还要触地板，哎，而且血下太厚就写不了。我跟你们讲，血下太厚真的写不了，血薄薄一层才可以，就是很多的那股因素要加在一起。可以戴手套吧？我没有手套，我手套忘记戴了，在那个四八呢。我问我爸妈有没有拿根铁棍子，心疼我的手指。对呀，我知道那会儿想出来的。行吧，行吧，看看最近还会不会下雪。那会写的，会写的。危险的，但还好头像画完了。但是我觉得画的就是跟以前大同小异吧。希望你们能够就是，不喜欢也得喜欢，就是不能不喜欢，不喜欢我就会很难过了。以后要当老赖了？没有，我才不是呢，我还是要去写的。虽然他很动手，但是写完了大家要更加的喜欢我，大家就是要2021要一直不是2022要一直陪伴我才行，要不然我就会我也不能再要。原地爆炸难道也不会？不会来的，不会来的，既然说过就一定要去。真的，嘿嘿嘿，我的痘好明显。我自己别出坑，我咋出坑？我怎么出坑？过年好，过年好，不是明天才能拜年吗？就是过了12点才可以拜年吧，应该是。但今天也有很多人给我拜年了。今天有很多人，新年快乐！新的一年要万事顺心。谢谢你鬼混回来的红包。我直播到几点？几点煮好饺子我就直几点下，不知道几点煮好。因为我爸说11点多，但是呢，我妈说12点多，就是过了12点再吃。我也不知道他是11点多还是12点吃，不太知道了，忘了哪一年是哪什么时候吃的。或许也可以一起吃饺子吧。算了，一起吃饺子有点。什么看重除夕初一都看重，就是除夕和初一它都挺重要的感觉，就是都是要就是点灯一晚上，好像是我们这边是，然后点灯一晚上，然后吃饺子，然后大年初一也要吃饺子，要放鞭炮，现在不让放鞭炮，都没买鞭炮。北方好像都重要，对，北方就挺多习俗的，说实话。嗯，就是很多菜就能做啊不能做啊都是有的。就不能吃倭瓜，就是不能吃那种南瓜，因为它是南，
就是这南瓜会窝囊一年，然后说什么，而且新年都不能花钱，花钱就不好，反正很多那个风俗。但是现在还好，就我就花钱去，我想就是买点吃的，我就要去买了，就人家现在超市都开门，就是以前就是现在就是过年的时候一定要把借出去钱要回来，就是如果要是就是别人欠自己钱的话就不好，有很多。除夕重要啊，我觉得都挺重要的，就过年的每一天都很重要，不能花钱。对，就是以前真的是就是我的那个就亲戚朋友，就是我小时候要去小卖铺买东西，他们说过年大年初一不能花钱，这样的话就是现在一年会那个就是什么各种就是什么会花钱啥的，那不花钱不很正常吗？对，年年有余似的。但是我们这边会做鱼，就是对做鱼就是会年年有余。现在就是饺子呀，我家还没有煮，但我今天就去买了一袋好吃的，买了点水果，因为我就觉得已经不管了，就小时候就是可能就是为了不让我花压岁钱，然后他们就说不要花钱，不要出去花钱，年年都要有余。对，年年有余。然后包括就是除夕晚上然后要去拔头，但是现在不需要长个了，就不需要拔了。我头发好短，真的很短，这么短了，不能烫我的大波浪。初二走亲戚吗？要走亲戚，要走，还好吧，因为我上次特别长了，就因为我就是平时公演的时候，姐姐给我熨完头发，他们都觉得这个头发熨得很好看，因为我的发就是发量够，而且我的头发也长，但现在我就很短，就只能公演是那个直发，可以改成拔肚子，怎么不拔罐呢？搁那拉肚子，发心吧，过年肚子也没有长大。会发红包给小朋友吗？没有小朋友来，他们就是嫁出去的人都初二回来呀，初二才给。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是今天去了我的那个姥爷家，然后我姥爷都90岁了吧，应该是。然后就是去了我姥爷家，然后就在村里，然后我的哥哥还有我的姐姐，他们都没有结婚，就是他们都是30多岁了。一点都没有压迫感，就是因为我就是觉得小孩成群很吵很吵呢，但是我们还像孩子一样，虽然我们就是我也奔三了，然后他们都30多了，我们还在玩斗地主，像孩子一样的无忧无虑的大笑，这难道不开心吗？就是很开心啊，就是不用照顾小朋友。因为我跟你们讲，就是结婚了有孩子了就很拴身子，就是怎么说呢就你不能像孩子一样玩了。上海过年吃八宝饭和汤圆，不知道你们吃汤圆，但是八宝饭不知道，哈哈，对吧对吧会玩斗地主怎么了？你瞧不起北方玩斗地主？有人连麦了，你为什么这么冷漠啊？我吗？对啊，我这么多么热情，我说哈喽燕燕，这是一个热情的大商户。然后我在想要过了12点才能发。是的，要我们这边就是北方就是过了12点才能说新年好，就是没过12点只能说除夕快乐很严谨的。所以我就没给你发，我等过12点的时候再给你和小静文发。哎，我们真的是好朋友。哎，你这个好好看啊，今天穿的这件吗？你不觉得很重吗？不是很重吗？
没有没有，特别特别好看，特别适合新年。我明天也要就是扎双丸子头。可以，明天要扎成这样去拜年吗？嗯，对对对对对对对，伪装成自己还是一个小朋友，可以要红包。可以，你扎双丸子头肯定超可爱的。记得自拍没有？你记得吗？就是我没有出道的时候，然后去考核，我扎了一个双丸子头，然后我们的老总骂我说，说我什么来着？说我忘了，就他说什么了？说我像外星人还是什么？反正就是说我很奇怪。但是今时不同往日，我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敬畏天的人，开玩笑。那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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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他，他就是他已经是过去式了。对。没有了，现在我也就是很爱扎双丸子了，嘿嘿。你总是扎那个麻花辫儿。对，我现在都不扎了，我以前就特别爱双马尾和双麻花，我现在只爱单马尾。因为我觉得单马尾就是甩头很利索，就是一点都不糊脸。我觉得你扎什么发型都蛮好看的。哈、就是、好会说话呀我的燕燕。是啊，你看你那个。就是微博发的那些照片还有视频，我感觉你扎什么都很好看、哦、那都是精心设计过的了，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发型。女明星就是要这样。要开心哦。我的粉丝点了一首双人曲，有点甜，你要唱吗？有点甜啊，可以一起唱吗？可以一起唱。咋唱啊？就是我应该是我这边放吧，你要唱吗、嗯我不会唱，但是我可以看看看你唱，看我唱。主要是没有歌词，能应该能看到歌词啊、哦？如果能的话，差不多能，看看能不能。那我放了。哎，可以加入哎！我震惊了，我还是第一次，就是有人连双人曲的。我也是第一次。你要唱男生还是女生？我唱都可以，你选吧。你先选。那我先男，然后再女。哎，不是你，第二段的话。可苹果等你从门前经过，送到你的手中帮你解渴。这是女的吗？像冬天的可可，你是对的时间对的角色。还是我的，这是男的，你到底唱男的唱女的？我唱男的，下一段是你。这是你的吧？就是嗯。人面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啊、哦！我又唱成女的，谢谢一首情歌。轻轻的附和，眼睛见证着我们的选择。你唱。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配合。要一心的雕刻，我是米开朗基罗，用心雕刻人幸福的风格。咱们俩的默契度完全为零。这又是男的。爱情有点甜，我跑调了。这心愿不会变，爱情有点甜，找不到调，你唱吧。下个周末，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你也唱。是为何伤口还疼，就这样闯进我的心口。一起吧。开出花一朵，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用最浪漫的副歌，你也轻轻的附和，眼睛坚定着我们的选择。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是你让我的生活平凡的只要你配合，还要诚心来雕刻，我是你的配合，一定要画最喜欢的风格。是你让我
盘间看枯沙漠开出花一朵，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用最浪漫的副歌，音乐轻轻的附和，眼神坚定着我们的选择。游戏雕刻我们幸福的风格，真不错！给我们鼓掌。时隔这么多年，我们又就是重新的那个就是合体了。我们以前有跳过一个 unit 吗？有，还有创可贴，我记得呢，就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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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还有新世界啊！啊，还有新世界，对我们就是出道的那个首演 unit 就是一个 unit。还有什么地平线？啊，我们老是在一起跳舞，我记得。耶、yeah! ！因为这个队只有咱们两个人身高是最平均的，身高比较匹配了。对对对对对，我们体格子也比较匹配。没有，我当时我觉得我有你一个半吧，差不多。屁，我们俩一样，我记得呢。拉倒吧，你当时都穿 XS 的裤子了。没有，那是后来，一开始是差不多。你也很瘦，我记得，就是你还有腹肌，是不是？这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那我记岔劈了。你应该承认，你说对。不能瞎商业互吹呀。因为我最想要的就是腹肌。你没有吗？啊？你这个问的，当然没有。我已经九九归一了，就是有九块腹肌，然后它变成了一块。他们又点了一首新世界。要唱新世界吗？啊，也可以，我们再唱一首。哎，可以吗？你还是没有，我问你啊，我都可以。那可以一起再来一首新世界，但是我有点忘了，但是我们来吧。等一下啊，这呢？新世界我觉得还挺难唱的。我也觉得，而且咱们两个人延迟还挺严重的。我也觉得。我听你那边是慢半拍，我也是。你先唱，我先唱。是我的，第一句是我的。你还记得这怎么唱吗？我记我们在新的世界，我就记得后面那个 solo 的地方，我总是那个鞋跟挂到那个裙子啊，真的太长了。我们在新世界抛下的花，是新的梦想。在最后的季节，陪伴在等待。我的了吗？不要怀疑，我会将一切都改变。站在角落也要最完美的表演。我们在新的世界把所有规则改变，甩掉了自我缺陷，命运将被改写。跨时代这的一天，翻开旧时的一页，但是会让我的自己走得更远。记不得了。咱们俩要分开唱，不然有延迟。啊、哦，对。这下一段，第一段是你的。嗯。光与暗的起点，熏风和闪电，谁在天地的指尖？我们继续改变，要一心向前，成为世界的焦点。在风里面别留下残缺的痕迹，在风里面别留下残缺的痕迹。我们的心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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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新的世界有未知的感觉。这个红包挡住了。
们耀眼，所以你才会看见，你这光的身影呈现完美的体现。这是咋唱？我不懂了。啊，也是副歌。这就是 solo 啊，就是那个舞蹈的那段。啊。那世界把所有规则改变，甩掉了自我，却是命运将被改写。通过成就的一页，才会让我的轨迹走更远。我们在新的世界，追求未知的感觉，不必怕没有理由。你才会看见，你在等待谁出现，我们的空间。耶！这歌真的太难唱，这调也太高了。新的一年，新的世界，确实好高，我就全靠吼。哦。他这个抢红包，我的粉丝也点了双人曲，要不要一起唱？你会唱这首歌吗？可以啊，唱没完了我俩。哦，我看一下，我温柔你会唱吗？五月天的，好像听过。那我们来一下吧，虽然我也不太熟，但是也可以来一下。再来一首。它是有延迟的。你先唱吧。啊，我这上怎么还在等待对方加入演唱？我这边已经开始了。啊，我这怎么演唱中了？啊，我听不见啊。你是卡了吗？我没有，它 bug 了，咋回事呢？你们能听到吗？完了，你能听到我这边的吗？你要不照着我这边的唱吧。听不到。我的粉丝们也听不到，他是口袋的问题。你唱吧。那你那边可只能听到我的清唱。可以，让我来听听。No.尴尬，主要是我听不到。他即将开始，他一直可怕。对，他就是怎么说呢？重点行吗？还是反正它是 bug 了，就是它好像不唱也会把鸡腿返回，好像是这个样子的。哦，但我看它那个结束可以吗？等等，可以，都行。点啥他都没反应，口袋四八。要不怎么办？我就先挂掉吧。也可以，主要是他不太那个。你能挂吗？我看一下，你能不能把这？我可以啊，我这边还可以暂停啊。啊，我这啥都不行，是我手机的问题吗？我这边它显示的只有温柔即将开始，但是它一直都没开始。就是卡了吧，那我先把连麦挂掉。试一下。那个1225，它就是突然卡了，就是卡顿了。好像是不唱它可以，就是那个鸡腿会那个退回。不卡了吧？现在卡吗？怎么没有人在吗？不卡了。好的，
还在吗？这位粉丝。在不卡。但是刚刚就是应该是口袋的 bug， 本来要唱来着。没事儿，但是我那个，或许我可以给你唱。我的耳朵又红了，我可以自己点哦，可以自己点吗？但是我自己点的话，就是，鸡腿平分，所以这次连麦赚。哦，原来是这样。好的，好的。那我先唱，谢谢你的温柔。然后我一会儿再点一首温柔吧，就是给你唱，给1225，谢谢你的温柔，我会唱。啊、哦，等等，贝楚涵找我连麦了。嗨，小贝，好想你啊！我真的很想你。我觉得我离开了你之后，我就有点不习惯，因为以前每天都能看到你，现在都看不到。真的吗？是的。那我好开心哦。没事，马上可以见面了。我在直播呀。新米露呢？新米露在，我去给你拿。我去给你把新米露抱。好的，好可爱，慧慧的床。但是我的脸盘真的好大啊，真的好大呀，我的脸。来了来了。啊，西米露，你好可爱啊，乖宝。他搁那睡觉呢。给你看元宝，等我一下。元宝，哇，我认识这只猫吗？好像认识，好可爱哦。它比西米露小很多。你慧慧什么时候买机票回来呀、啊？七八号的样子吧。才七八号。对。那我来机场接你。不用。你就在中心等我就行，在中心等我就行。那我们去吃饭。可以呀、啊，可以呀、啊，我可以请你吃饭。不要请我吃饭。反正到时候约吧。美女有那么多，可是你的四周美女有那么多，可是你却偏偏看中了我。嗯，爱过后却不来找我。知道真相的我特别难过，想不起，我想你，昏天黑地，电话打给你，美女留在你怀里。你怎么这么熟？我都不会唱，你怎么这个年龄段会唱这首歌？我看过好多的剧，他们可能都没看过，就是很老的剧。是的，我粉丝点了伤不起，我们一起唱吗？好呀。等等，下一首再谢谢你的温柔。等等，一直咋整？五、哦。你的微博美女有那么多。来了。哦。不会又卡吧？再卡我就难过了。哦吼，好高级。我又没开始。哦，开始了，开始了。我又没开始吧？我开始了。即将开始。啊。我怎么又不开始？我好胖哦！是我的过来跟你，我变胖很多。是我的口袋有 bug。你唱吧，我又唱不了。没关系，没关系，我这边也没有了。啊，也没有了吗？嗯。为什么呀？
而且我跟你们讲，他还在演唱中，就是在我这里显示他在演唱中。我这边是歌曲即将开始。嗯，他是这个就是功能在这个软件里有 bug， 绝对是这样的。可以。爸爸，慧慧要想我哦，每天都要想一遍。好的，那微信可以常联系。我们微信哪天不联系？嗯，可以。我们只能挂掉这个连麦，他才能挂掉。好吧，拜拜，拜拜，微信聊。好的，除夕快乐，拜拜，拜拜，拜。嗯，就是把这个鸡腿撤回，然后再从我这儿单独点歌可以。双人，不然直接唱自己唱，我没有歌词，然后也没有伴奏位。哦哦，可以，就是用手机放。哎。怎么还在唱呢？我给你们讲，它这上面显示还在就是播放中。嗯，怎么回事啊？我都听不到伴奏。口袋这个，对呀，好神奇呀！主要它这个不完善，我觉得这个功能，但是我觉得挺好玩的，两个人唱。咋办？他都切不了歌了。我们刚刚那个抢红包的时候就唱了伤不起，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贝楚涵发了红包，就说谁抢到这个红包就唱伤不起。然后我跟小慧抢到了，我们就在唱伤不起，特别搞笑。哎呀，七米路，哦呦，他跑了，不行。你们可以把那个，就是我不唱的话，你们可以把鸡腿退回去吗？然后等那个下次好的时候再给你们唱，可以吗？可不可以？阻塞。原来的号不能充值，刚刚建了新号。嗯，刚刚建了新号。你的老号是谁呀？你的老号是谁？他怎么一直在唱？你是骑士啊？哦，骑士微笑哦，这你们都能认出来。我还记得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粉丝，我不太熟悉他，他就说那个过年时候给我用爱发电，但是我没有找他的人影，我信以为真。我说啊，真的吗？应该是一个可爱的粉丝。怎么切掉呀？他会一直播放吗？好像也唱不了下一首歌。他就在这播着吧，好像不太行。你们不影响听我的声音就 OK。嗯嗯嗯嗯嗯嗯。我记得以前就是那个连麦功能就不太好，就是刚出的时候好像连麦也会卡，都听不到放歌的声音。对，但它旁边显示。对，我记得以前好像连麦也会卡。就是他可能这个新功能出来之后，他都要就是测试测试才可以。然后就是还没有给你们唱的歌，可以就是等这个好，或者是下次给你们唱。怎么会这样？没事儿，就这样吧。我好像也播放不了歌了，就是播放不了那个单人歌曲，播放不了。
哼，吴学宇，给大家放烟花，放一首歌吧。但是我想唱歌，真难啊，真难。哎呀，西米露，不要偷吃我的好吃的。你好那个呀，就想他偷吃我的好吃的。没有，他就是在偷发我的袋子，就是我有一个零食袋，然后他想给那个零食袋扒开。是不是饿了？没有，他才不饿呢，我每天都给他投食。我给你们讲，他回来就是我回来他都胖了，他以前没有这么胖。他要偷吃我的肠，但是我不能给他吃肠，因为他给他吃肠的话他就会那个太咸了。谢谢红包。刚刚好像出版上还有这首歌呢，这世界这么多人。干嘛？十二点吗？十二点吗？十二点。十一点半可以。我爸说十一点半吃饭。哎，今天好不容易惊为天人一下，我觉得平时我都没这么好看。今天这个无刘海还是非常可以的。但说实话都不是很饿，因为刚刚我狂炫零食，这是我房间的零食。西米露当然他有猫粮啊，还有他的猫罐头。嗯，但我都不饿呢。哎呦，选了砂糖橘了吗？砂糖橘其实我会控制住自己的，就是也没有吃太多。不吃点好的吗？什么是好的？难道猫罐头不是好的吗？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两个猫罐头，对，他就爱吃猫罐头，但是他爱吃别的，不能给他吃，他爱吃像什么火腿肠，不能给猫吃，猫吃它太咸了就不好。是的，本来它就掉毛这么严重，就是掉了我一身毛。谢谢虎娃娃。哦，那对身体不好吧，猫吃这些。
我连麦完我又不知道在聊什么了。我跟你们讲，我一旦就是直播被打断的话，也不是被打断嘛，就是突然有一件别的事情在做，然后我就会大脑空白，我就不太知道在聊什么了。今天播到几点？11:30。我不想再连麦了，因为他连麦就是下次吧。我的老家是河北，因为我连麦虽然就是状态很好，但是我也不知道在聊什么，主要是我就在家，只是我这长得很像宿舍。并不是我在宿舍。也没有太想连的人，虽然私下里都还行。是河北的。没有听到歌的下次再听吧，因为我现在播不了放歌的那个功能了。嗨，小马，怎么不看春晚？因为我今天晚上一点都没看，明天再看吧，因为要去客厅看。小马，小马，昨天我刷了小马的那个，就是抖音给我笑完了。新年快乐，小马，记得想我哟。虽然马上就要见面了，无语。好像那个他跳的舞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给我笑晕了。哦，没事，反正明天再看吧，春晚。今天在直播呢。不知道听什么。不在学校，只是上下铺，不想解释了。如果在家里，我家就是上下铺。谢谢虎娃娃。挺清纯的，哼，学校上下铺有我家这个好吗？嗯，好烦啊，我马上就没有耐心了，我跟你们讲，不要再问了。随便听一首歌。谢谢我不吃冬瓜的半年，祝你新年快乐，发财发财。新年快乐，不知道以为过了12点呢。哎，但确实很像，确实很像学校。谢谢125的红包，谢谢幽蓝飞沙的皇冠，谢谢谢谢。
善良，所有善良皇冠是你为我加冕，美丽天使降落在人间。谢谢，新的一年要天天开心，万事如意。点歌还能唱吗？点歌他卡住了，就是他虽然这次唱不了，好像下次也能唱，就是他不太行了，他就卡住了。下次给你唱吧，很熟悉那个歌。妈，啊！你直播还着急？没有，因为除夕那里很忙。嗯，他出去了，出去吧，出去吧，我不想让他在这里，因为他会吃我的零食。他也不喜欢直播，西米露，他也不喜欢露脸，他也不喜欢露脸。对，除夕确实很重要。我不会说方言，就我都跟你们说过嘛，然后说我家里都是说普通话。是的，就是都会说普通话。好，发个公告，不要再问我我在哪里了。可以，你们有什么要听的歌吗？不知道，以为我在外地过的。我跟你们讲，就是我年龄越长大，我越暴躁了，真的。就是一个东西问我三遍以上，我就会暴躁了，就说啊、哎，就是这样的，不是在学校。我相信，就是我说我在家，大家就不会问是不是在学校了。我相信，如果这样的话，我会，哎呀，我就冲出去屏幕去揍他。正常阶段有脾气，真的，我跟你们讲，没有啊，就是我是下播就回大家的那个对我的新年祝福，好像有很多成员给我发祝福。你等会儿请小豪问一下，你等着，你来，你厉害你就来，你等着，你的小号就再也见不到李慧的口袋房间，而不是就再也进入不了。没有，我说你的小号，你的大号当然能进。
我刘海很好看，谢谢你。除夕快乐，大家都要开开心心的。我跟你们讲，我其实，我突然想说什么又忘了。我感觉我最近记不起来我想说什么。我马上就要失忆了，大家赶快，赶快经常在我的口袋房间出现，要不然我就会忘记大家了。就要多多出现，因为我老是忘记事儿，真的就是我可能就是正想说什么，然后突然打了个岔，我就会忘记。我不骗你们，是真的，真的是这样的。好的，我的痘痘好明显。改 ID 三遍，为什么改三遍？我觉得你们现在 ID 都挺好的。我不老，我看起来就像好年轻的样子，但是呢，我确实就是记忆力不行了。失忆可以问刚才的问题了。哎呀，真的是你们问吧问吧，我现在已经免疫了。谁在问？一人给他两拳。但是我能想象到，就是确实他不知道，他一进来说哦，他说被我骂一遍他就会难过了。算了，我一定要好好的。我跟你讲，今天我姐跟我讲说，她进入我口袋房间是我被人骂。就是碰巧那天我正好就是说话，然后就是好像很多粉丝在骂我，就在我的口袋房间骂我，然后呢我姐就刚好看到了，就他今天说，他说就有一次他进我口袋房间，别人在骂我，然后他就赶快撤退了，就是他赶快退出了我的口袋，就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反正就是有几次大家在骂我吧，好像是。然后我姐说，那都是你的粉丝还骂你，我说他不是我的粉丝，他就是想进来骂我才进来的。然后我姐说，那就是普通人也可以进你的房间吗？我说可以啊，就是就算他不是我的粉丝也可以进我的房间骂我。我忘了是哪一次了，反正是有人骂我的。哎，又要放烟花，你们爱看这个烟花吗？就是你们爱看这个砰砰的烟花吗？不爱看，浪费鸡腿。你们刷这个需要多少鸡腿啊？需要鸡腿吗？我都不知道需要鸡腿了。抢不到红包不喜欢，骂我的生孩子没鼻子，哼，骂我的生孩子没屁股。4888，真的假的？真的吗？他为什么不给我们？口袋不让发屁股，你不就发出来了吗？你不发出来了吗？还说不让？小烟花188。没有了没有了，但是大家都有自己的情绪，反正作为公众人物，然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语言呀什么的都要注意，就是说话呀就各种发言什么。哎，没，我觉得没啥，就是我被骂啥的，可能是我的家人看到就觉得我好那个。
然后王瑞琪那个烟花最贵的鸡腿48000，那他能得到吗？如果得不到的话就没有提成，那是在干嘛呢？是因为浪漫吗？突然觉得没有那么好看了。得不到啊，我以为应该可以得到吧，他的感觉。如果得不到为什么会给他刷呢？是因为就想给他看烟花雨吗？就是放给大家看，那我也不爱看，主要是还要点叉，主要是没事，这个是可以提的，因为我八卦我想听。就是我喜欢听这些，就我不喜欢听那种，我真的好喜欢，就是在我的口袋，就是说什么我真的好喜欢某某某什么的，我不太喜欢听这样。就这样提，我好喜欢某某某，就说那你去看他。啊，好喜欢李慧可以，喜欢别人面容扭曲的就以前好像有过吧。这样你也不喜欢某某某，他肯定是其他人，不是我呀。那你看李慧啊，在这干嘛？在这跟我说什么？那你去看西米露呀，你在这跟我说什么？没有，开玩笑，开玩笑。我要好好讲话。那你们去看李慧呀，西米露他刚跑了，这就不叫骂。李慧口袋，众所周知，李慧和口袋李慧是两个人。对，我公演上跟我在口袋的不是一个人。直播跟那个口袋也不是一个人，放在自己想说什么就什么就挺好。表演型人格，放开点。好的。也不是表演型人格吧，反正就是不太一样，就是我可以特别的，就是可以特别的开朗，我也可以特别的沉闷，就反正就是我是一个多变的人，就是而且我每个时段的性格都不一样，是真的。放飞和收着，反正我也不知道，这很正常嘛，这应该正常的吧。就是有时候我就特别的正能量，就是特别的超级超级正能量，然后有时候就会没有这么正能量，就但是我就是都是我觉得都是我性格的一部分。这都是我，这才是完整的人。然后有时候就是深夜发的那个口袋里的话，我第二天就觉得非常的社死。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晚上发的一些言论，我早上就觉得晚上的我就不是我，就是我可能从早上到晚上都不一样，就是深夜就很容易就那种真情实感就发很多话，然后白天我就突然就又觉得回到正常里会，就觉得哎呀昨天在说什么，说了一堆乱七八糟的。对，就是晚上编辑的一些话白天就不敢看了，哦，就白天就觉得天哪可怕。但是这个不好的就是粉丝已经看到了。干嘛？11:30就可以，
你们想几点吃啊？怼粉丝也这种性格，哎，但是我不敢怼了，再怼就更没有粉丝了，哎，再怼就更没有粉丝了。你想几点吃？几点吃？你想几点吃啊？你问我。现在你饭喝的。那就现在吧，那我们就给米饭，11:30吧。虽然我不想这么早。给米饭，给米饭。对，我不知道今年有没有钢镚儿。对，吃饺子了。谢谢。谢谢我不吃冬瓜的舞狮，你也包饺子了吗？你有没有吃饺子？等会儿再播呗。那等会儿你们还在吗？你们都就是睡觉了吧？如果吃完有时间的话，谢谢 ROV20913 的锦鲤，谢谢，谢谢，哦，谢谢闪光的信仰送出的大饼，好圆啊这个脸，嘿嘿，又见到大饼了，谢谢，谢谢闪光的信仰送出的大饼，好了，那我先去吃饭了。然后截个图，就是可能睡着了，也不会特别晚吧。嗯，看吧看吧，看我吃完还有没有口红吧，不太晚就行。好的，如果大家想我，我就会自然的出现，如果大家不想我，我就心灵会感应到，然后我就不出现了。笑死了，拜拜，我截个图吧。现在他榜单都有鸡腿数了耶，熟悉的吧，别绿茶，哪有，没有绿茶，这是我的，嗯，真情流露，走吧，拜拜，一会儿见吧，拜拜。